好，那我要先做的是第四十段，好，你们的那个做那个支图上面的第四十段，你录了没？哦，你在录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先做的是，它是两边要减针。那个图要下来。够，对不起。好，好，这样可以吗？它现在要做的是三十六段，我已经织完了。那现在，我看这个去，这个去，这个去，我是不是少一个？对，我少一个。好，我现在要做的是这一个。这一个花做过去，回头背面减针是四十段，所以我现在要做三十九，三十九麻花是这一个，好，麻花正常做，这里有个三十九段，所以三十九要先做，好，正常织，然后呢，这一个先做，所以它是先把一二针放前面，然后先织三跟四，然后再回来织一跟二。好，这个好了以后，后面有两个边针是下针，正常织，上针你也正常织。好，两个下，这个你也跟着做，这个没有问题。好，我们接下来是四十段回头要减针哦。四十段回头减针，你就会碰到左右两个刚好相反。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倒的针目是一个？看你的图，它是什么？它是一个入，有没有？所以表示什么？这一针要往外倒，往外倒。这一针刚好这是一个像人，有没有？左上二并针是一个人，是这样子的感觉，所以是这一针要往外倒，所以它的针顺是两针都要往外侧飞。好，那往外侧飞现在搞定了，我们就很清楚了。第一针正常织，这一针要往外飞，所以这一针直接往外套，可以吗？好，往外套，套过来以后正常织这一针上针，然后后面中间六个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好，这两针要并针，这一针要往外飞，往那边倒，所以我要干什么？把这一针要套在那一针，所以是不是直接？你就想象我现在这一针要套到那一针，这一针要套到，你就直接这样，看到没？这样就拨过来了。我先把它拨过来，把它这样子好了。你们把两针一起移到左边，移到右边，把两针一起移到右边，把这一针往这里套。你们学过之前那个桌垫不是有学过减针？这样是不是套过来了？可套过来之后，我这针打了没？我还没织嘛，我只是做套的动作，所以它再回来这边，有没有？然后我再去织这一针，这还是上针，因为它是背面，这边你全部是上，再去织这两针。好，回过头来，正面这里还有一次麻花，那可是它的边针剩什么？一下一上，然后是做这个，好，它这个是上针哦。那我们刚刚这个应该打上针哦，我刚刚这个应该打上针，我把它打下针，我现在把它改一下哦，你看一下我怎么改，把这针放掉，看得到哈，这针放掉，把它套过来，这个是不是我们刚织错的线？放到这个针目的前方，把它，就出去了，你看它是不是就变上针？就这样，其实很简单，好，像变魔术一样，嗯，做出来还是能改的咯。好，来两个下，就先两个下。好，碰到这个麻花，这个麻花我来示范一下，那个不用麻花针其实也能做麻花，好，其实也可以做，因为我们是三四针要压在一二针前面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就先织三，这个你们不要学哦，这个是我已经很懒惰了，有时候会这样做，先织三再织四，可是你对针目要很熟悉，然后你的针目都要抓好，万一没有抓好就很麻烦，然后会掉出去。我先织三跟四，然后再回来织原来的一跟二，可是我织完一，我就可以把一放掉，我再织原来的二，然后呢，三四已经织过，所以全部一起放。你看它的麻花是不是就歪过来了？好，所以其实不拿麻花针也好，这个也是一样，这个要改成上针，好，所以也是一样，把它退出去，把这个拿回来。好，那你看是不是它又变上针了？好，那你就跟着织上针。然后最后是下针，好，上下针记得线要拿前，然后要搞清楚。反过来呢，好，这次就真的全部都下针了。好，
那就是全部都上针。第一针正常支，这一针要往外飞，所以是它套它。好了以后，这一针正常支上针，中间正常支上针。好，换这两个，所以把这两个一起移到你的右边，你比较好操作。把这一针先套过去，有没有？套过去以后把它放回来，因为还没支嘛。这一针正常再去支上针，跟这个上针。第二次的就全部都上针了，比较没问题。好，那再回来就碰到这里的最后这一组了，所以是一个下就碰到一二三四。四针交叉的麻花，所以一个下针以后，一二针拿起来放前方，先织三跟四，再回来织一跟二，啊，一跟二，然后后面还有一二三三针，好，就一二三，好，三针好了以后回来。还有一次减针，所以也是一样，它这个是往外飞，好，也是往外飞，所以第一针正常支，把这一针往外套，套好以后再去支上针，好，中间正常支，最后剩三针的时候，把这两针一起挪过来，将后面这一针往前套，然后把它放回来，这一针正常支上针，然后还有最后一针。好，原则上我们到这边，这里已经全部做完。那你们有没有看到这边有小黑点？有没有？就跟你的那个看一下桌布、桌巾一样哈，全部套收。所以第一针要支，支完以后支第二针，支完以后把后面往前套一次，再打，再套。两次，再打，再套，再打，再套，最后一个打完以后再套，套完以后，我们把最后这一个针目呢，把它拿到最大，把它放开，有没有？针顺要对哈，要跟这个针顺一样要对，你不要在这边已经扭转了。好，这个要针顺要对，这个要开开，跟它的针目是一样的。把它放开以后，把所有的线抓过来，然后呢，慢慢拉紧，慢慢拉紧。好，拉紧以后，它这边其实要用钩针做一个小小的环。你们不会钩针的，到时候拿来我帮你们弄。它这个环其实就是你可以从后方将你的第一针，这个第一针这里不是一个 V 吗？有没有？这里第一针在这里，这是一个针，一个 V， 有可以看到哈。你就把它从这里面把线捞过来，然后它这里锁针是八个，你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了以后，跟刚刚套收的最后一个 V， 跟这一针。好，跟这个最后一针去勾进来，再勾进来，就做完了。那也是一样，做完了就把所有的线从针目里捞过去。那这个扣环的部分就做完了。好，就到这边。好，没了。